焦点197，人类肤色的遗传。人类的肤色，人类肤色深浅的遗传是由多对基因所控制。这多对基因对该性状影响力分别相同且有累加作用。此类遗传称为多基因遗传，亦称为量的遗传，或称为连续差遗传。小麦颜色的遗传，小麦颜色深浅的遗传是由多对基因控制。这多对基因对该性状的影响力分别相同且有累加作用。此类遗传称为多基因遗传，又称为量的遗传，或称为连续差遗传。例题，假设燕麦种子颜色的遗传是受到三对基因控制，此三对基因的影响力均相等，且具有累加作用。颜色纯白第一级的基因型为小 a 小 a 小 b 小 b 小 c 小 c， 颜色最深最高级的基因型为大 a 大 a 大 b 大 b 大 c 大 c， 若亲代为大 a 大 a 大 b 大 b 大 c 大 c， 与小 a 小 a 小 b 小 b 小 c 小 c 交配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 A 选项错误，正确解答是第一子代 F1 只有一种颜色，第四级。 B 选项错误，正确解答是第一子代 F1 出现白色的几率为0。 C 选项正确，第二子代 F2 中出现几率最高的是第四级。 D 选项错误，正确解答是第二子代 F2 中出现第二级的几率为32/3。